Onivia, League of Legends Highlights. Welcome back to the channel. In today's episode, we are going to looking at the best highlights from the today's LPL 2024 Spring Split matchup. Let's see what both teams have prepared for us today.这个角度能跳，一到了，跳过来死了呀！这波轻松的一波gank，哇，这波给了一个大机会啊！这波有点自然了，没有踢，上路后压只能自求多福了。已经是跑不掉了，直接拉过来，先E W挡的还不错，W到三个天哪，这波感觉有点，这带出去，但是感觉不带是不好一点呀？怎么带出去了？这不带是不好一点？带出去这个兵都吃不到，这个 Q 给逼出来了，好像。关键他这个耳不交，我感觉这波已经扛住了，然后下路还能拿龙，尬住了。阵型不太好，阵型好的话，真的要硬打了。这波得过来，这个 TP 的位置有点没想到，这边闪现正面打起来，维克拉进场，看到两个闪现也迟大，但发的反转力度打的还不错，加罗汉奶油应该会被换掉，被塔给打死了。他再往前打，上路这边一个闪现，闪现一勾，哎，北川很能打，北川是战神，战神拿下双杀，再拿到卢锡安的人头，哎，这波感觉RA打的过来，想等一下诺手。 诺手来的有点慢，跟队友汇合了，直接交TP，后亚击过来，九百血抢到了，奶油抢到龙就溜，也不恋战，后亚还想卖一下，赶紧一队友拉走吧。W 惩，很舒服 ，Q 3没了，要不要？这个 Q 3用了，要不要上了？要来了，两边起跑，拉过来直接先拉，这波有机会的，直接斩，啊，那必死了，已经死了。 有闪现啊 ！Q 闪，哦，最后一个 Q 闪，小徐终于是完成了一波单杀。小徐憋了一肚子火呀，16分要在上路再拿塔。看一下一个推塔的进度吧。啊，正面开吗？反击风暴加一个跳眼，没什么机会。诺手在下路也是带掉了防御塔。龙团了，那这波龙团的话 ，Vikla 的 Niko 可能是没大的一个状态，利用Niko不在尝试性的一个，他们在正面就会开。 小龙已经要打掉了，现在边线怎么处理才是 RA 的当务之急？直接交踢过来，后亚打得很大，奎桑奇，有点这个打有点快吧，后亚瞬间被打伤，北川了不上了。啊，北川什么情况？打野没了，直指大龙。啊，发现有大招，有操作空间吗？奎桑奇是回家刚补给完，球球被打了一套。哎，贝克拉这个，哎呦，大招也用了，但是你毕竟还是没有打野，自我拉扯，但是还能直接抓掉。 直接勾起来，勾起来，大招一个伤害不够，自己送了。这波 TT 直接的上辅是没有血量的，中路一塔也可以顺势拿下来。终于是找到了机会，消耗了一波。阿萨姆确实第三，找 Vikla 的位置，一个小 Niko 在自己的野区，正面其实是想开的 ，Vikla 这个位置可能会很致命，来了，开到了双 C。 但是李秀男这边交了个闪现过墙，还是被奶油粘住了。这个位置可能要做一个双 C 的互换，中单是换了对方的 AD， 后亚这边开大招没有被拉过来，两边是一个4v4的残局。但是 RA 这边的状态还是挺不错的，想逮奶油 ，W 到开一个反击风暴勾，没有勾到闪现过来硬杀，有机会杀掉，发掉的伤害很高。奶油被拿到这个中锦，能惩戒好了，然后过来把人赶走。是的。但TT自己打龙也很慢，他们也不打算动的。TT不会打，打这个大龙应该是就小龙。就等火龙魂吧。高啊，还可以，但是路线也打挺。这波 Niko 第一时间不在，TT想逮一个 Niko 不在的 timing， 法招大招卷四卷三个，北川捅了上去，再打给一个大招。这波的话 ，RA 瞬间几个人被打残，北川直接捅，优卡交闪现过来，拿到奶油的人头。这波优卡核弹，这个大招太漂亮了。 塞纳也是拿到诺手的终结，还有人在草丛里面回家没有被发现。这波左边的这个中野追击的很不错，那这样一下一下把塔 A 掉，补出了一个迅刃，但他手太短了呀。TT的这个双 C 手太长了，卢锡安是完全要了，感觉要推掉了。哇，这塞纳的 Q 先破一路，嗯，哇，这个推塔速度。
手长对呀，手短呀，感觉两路有了。哎，这边也不想着开了，嗯，你这只能放掉，不太好开啊，只有 Nico 一个人能开，手太短了，还是整个阵容手真的太短了，哎，比较笨重吧，两路直接被推掉，一波大龙打了6000的经济差，还不止，可能还要继续推，还有20秒，还要再推，想要一波直接推死，想要学这边想拉。直接反手吃了一个大招，李秀男是交了自己的闪现，阿萨姆又被消耗，感觉有点进了一波呢，如果不回家的话，这几台大炮车这吃了这个大龙 buff， 塞纳再一个大招，阿萨姆被打残，得回泉水了，奶油开启一个反击风暴保护自己最后的一个残存的压塔，但是正面贝克拉变成一个大炮车来了，有机会吗？啊，是上路的二塔也要被推掉，现在 RA 有点下不了高地了，贾赫斯在那边绕，看一下球球在正面直接勾了起来，大招给到后排的 AD， 小徐这边可能要被斩杀掉了，小徐被发家拿到人头，奶油瞬间被逼出一个闪现，李修南这边很安全啊，优卡拿到了大杀特杀，五个人抱团起来，TT好像有点无解， RA 几个小短手面对 TT 的正面大军怎么办？阿萨姆过来打了一套，被 Q 三撬回来，再接后续的控制，阿萨姆被带回泉水，还是被少男侯亚给斩掉了。优卡那边没有死，但是李秀男被换掉，感觉正面 R 已经有点遭不住了，只有中辅了，感觉可以平推了。优卡这边点塔速度很快，最后优卡跟球球配合着三路的超级兵 ，A 掉了 R 的基地。In this episode, we are going to looking at the best highlights from the today's LPL 2024 Spring Split matchup. Let's see what both teams have prepared for us today. 就挺舒服的，而且这个阵容感觉中期拿龙魂不难啊。这个阵容，第一条龙拿也比较早，6分钟拿到了第一条小龙。我觉得他现在主要问题是接下来两条小龙怎么办？接下来三条小龙吧，感觉压力都很大。Q 闪，哎，这波李秀男要出事了，没有闪现的。反手的大招给到，但是 RA 这边还能继续的追击，李秀男利用一血的拉走，但是复仇之矛还是拿到了一血，球球也没闪现，要被拔死。哦呦，这个扫漂亮啊，让第一时间北川没有办法出这一脚。这一波 Zora 可以啊 ，RA 也是顺利的控到了第二条小龙。这个开局就是侯雅这把做的比较好的一点，他这个塔皮是一层没掉，直接打上来了吗？维克拉好嚣张，现在还有个大招，尤卡给一个大反手要打 Zora 差一下，哎，打死了，奶油也被击到，奶油这位置也被击飞了，走不了了，哇，这波感觉维克拉 RA 这边中野辅有点想多了，TT 这边明显人更齐啊，早把他推掉，队友搞了一波。他看到队友那边死了两个人，火龙魂基本就稳了，大哥不在就不要搞了，对，老给大哥制造难度，想动侯雅，这波侯雅在塔下有队友 TP 吗？直接一小兵溜了，赶紧溜，侯雅玩的是有啊，他也不恋战，这边还能再做上路，他有机会啊，上路塔感觉可以直接破，这一个奎桑提应该是守不住的，是复仇之矛太有压制力了，直接逮着奎桑行动，交一个 TP 过来，奶油被勾到，里面 TP 人也来的挺多的，物质量和大招很完美，但是反手发着右卷三个闪现躲掉了 Q 三，维克拉一技能拉到，想过来打球球，球这边还是比较肉的，最终是换掉了球球，阿哈利拿到一个双杀，阿哈利还没死，一丝血锁住了 RA 在上路，阿哈利拿到一个 double kill，闪现过来想要追吗？都打 Q 空了，那这样的话可能自己跑不太掉了。哎，有一个小地形的加速，捡了个火种，爆金币了。那这样的话打了一个一换二，但是上路已经拿掉两个塔了。是的，这波复活了在空中，哇，这波有点帅啊。那杀了之后，如果再出现那个就尬了，尬住了。看一下 TT 还想接这波团吗？5v5的团战，泰坦先被打了一套，给一个救赎。这边的话泰坦直接白给掉 TC 这里应该是打不了的，这怎么现在根本没伤害，那卡斯塔感觉打团现在是无敌的，无敌的，真无敌的，侯雅这边一技能又被断了一下， W 拉开，现在还能溜吗？维克拉过来损武挂到，好像也不打算上了，队友跟的话有点难度，17分钟听牌火龙魂，我觉得现在就是 TC 他这个双 C 基本没啥战力，
相较于 RA 的双 C 战斗力差太多了。得发条这个大天使吧，我有 Zora 来感觉了。Zora 这个离大塔包的真行，这个感觉有点，这感觉啊，这队友没感觉呀，这队友离得有点远，自己直接拉了一波 Q 啊。哎呦，这波搞多了，小伙子只顾着自己爽了，自己爽，队友不想，队友反过的龙魂团就有了。对，但是现在又有一些悬念了，是少了两个开团性的大招，但左边衣服也没大了。现在右边利用手长的优势在消耗啊，这边要开啊，欧亚也是打了一波消耗 W 拉走，但是后亚自己能走掉吗？奎桑尼带了一下剑魔，在这边的话感觉要死啊，阿卡丽过来反而是秒掉了塞纳，这波后亚又来感觉了，后亚怎么又是你？感觉他不动那个风之矛啥事没有啊。 Zora 也是一个 Q 闪，优卡有危险，优卡感觉要倒了，风之矛直接是拔毛杀掉了优卡。哦，那这样火龙打龙灵幻都有了，侯亚这个奎桑吉感觉有点加戏啊，搞完自己就溜了，搞完自己没事啊，兄弟们都死了，风暴狂涌。这李旭南得罪谁了呀？哎，又来了，又打起小龙，看一下 RA 能不能拿到这个火龙魂。侯亚这边撬的还不错，在那边的话泰坦哦，侯亚一个顶在前面 W。稍微抵挡一下伤害，大招带一下能溜吗？维克拉也是一过来救赎炸一下，发条大招卷的还可以，哎，没死掉这一脚一丝血，但 TT 这边这个血线可以尝试再往前顶一顶， TT 的拉扯做的还不错，对，塞纳可以慢慢回血，但那边的话维克拉的阿卡丽也是有踢的，他可以满血踢过来，是的，感觉踢过来这个位置有点要命，这个位置小徐开大了，剑魔有点高单了，也剑魔先卖一波，活下去吧，感觉剑魔能回起来，剑魔活下去来了，维克拉又拿到一个双杀，球球勾一下，感觉已经没有伤害了，尤卡也被处理掉，维克拉三杀到手，我说我吗？松武挂到了，再来一个四杀，夸抓 KO 维克拉的阿卡丽，这波团战秀麻了，阿卡丽这把杀爽了呀。哎，这招牌还是可以的，相当于上把这个 Nico 有点憋屈，上把 Nico 确实上场了，确实没什么感觉，但是用到顺手英雄还是嘎嘎杀。现在 RA 慢慢的磨这个下路的二塔隔墙的一个大招，逼一下位置，手真的短啊，带过来一个赵信能带过来吗？而奶油应该是要死了，还真给带过来了。其实这个阵容手真的有点短，推塔的时候，推塔的时候难度有点高。确实，要不是手握这么大经济优势，再加一个火龙魂的话，其实这把 TT 还是有点机会的。但这个火龙魂感觉是杀死了比赛。小徐，球球勾墙溜掉，发条大招只打到一个，这边维克拉是有个金身的。小徐的剑魔已经斩起来了，剑魔先斩一个再斩一个，双杀到手，北川是踢到了阿萨姆，哎，阿萨姆被踢死了，而且维克拉这位置也要被塔给打死了，只剩佐尔，佐尔这边是没闪现的呀，有点小浪啊，TT这太浪了，RA这边这不送大的了，但野外团这个阵型很容易被阿卡丽切掉，阿萨姆这边被勾了一下，泰坦给大招，奎桑吉的话没有机会出耳吗？当然这个位置阿萨姆很难活下来啊，复活不了了，优卡开几个金身，这边又勾到了一个发条，又勾到了一个阿哈利，但是发条跟奎桑吉相继阵亡，要搞为了杀阿萨姆感觉付出代价有点大， RA 选择要动这个大龙，但是优卡这边复活是有 TP 的，李修南直接被斩死，走不动啊，小徐的剑魔怎么感觉被卡了一下身位呢？是的，小徐的剑魔给了致命一击，发条踢过来，三兄弟有想法吗？这波稳一点的话等风之矛吧，风之矛马上来了，对，感觉可以稳一点，到了这个位置了，哎呦，还好是个盲僧比较灵活，李修南这个位置没事啊，维克拉差点是把李修南逮捕了，但现在两边在远古龙僵持，小徐想绕一下 TT 也是不打他墨迹啊，直接开动，小徐这个位置有没有被发现，先拿一个河蟹压压惊，
闪现躲到这一勾，练哈达尔给的还可以，发条空了。这边的话，奎桑吉感觉第一时间要被秒掉了，球球泰坦也是难逃一劫。塞纳跟发条的输出显得有点不够看，优卡也是被处理掉，那感觉可以直接一波了。那下路可以顺推了呀。阿萨姆，阿萨姆也看。就而且这个感觉每次打这点优势就要送一波，主要感觉被北川标记了每次，哎，想抢龙啊，这个龙可是不能给啊，奶油直接挑上来没问题，这抢不动吧？ Zora 要点死了，有没有说法？还想操作孙悟挂刀，风暴狂涌，斩杀掉了塞纳，最后远古龙也拿到，那应该是可以直接中路推进去了。哦，下路有兵线，下路吧，下路快一点。远古龙双龙会三龙会的一波推进，这波有点势不可挡。看一下推了两路之后能不能找到机会打起来呢？大龙 buff 已经消失，远古龙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感觉是可以利用这个最后的时间直接推掉的。一个 Q 啊失误了，现在反手一个大招在塔下开几个鸟盾，泰坦直接被处理掉，小徐闪现拉开，欧亚也被斩杀掉。远古龙的魅力，上浮倒掉之后 TT 已经没有前排了，血兽也被打出来，两个萌芽塔也是倒地，最后五个人先杀人再推塔，马上去了扶手之矛直接往上滑，再杀一个阿哈利，再斩一个北川在泉水里面，最后还是 RA 通过远古龙的一波推进。 Today's episode we are going to looking at the best highlights from the today's LPL 2024 Spring Split Matchup. Let's see what both teams have prepared for us today. 阵容反而控了第一条小龙，那不急了呀，太爽了。对，主要我觉得今天三打一波五 v 五 TP 小徐的剑魔直接踢过来，龙已经拿下了，哎，还想开团，球球被挑了起来，小徐大招一开，一血也到手了，看到了 Zora， 那只能眼睁睁的看那个下路一塔被拔掉。阿萨姆是拿到了一血塔，这维鲁斯现在挺猛啊，带了一个破败。TT 这个位置有机会踢到北川，被维鲁斯大了，被大到了。反手的话，北川这边反而要死啊，闪现直接盖死。北川这一脚还没有出手。尤卡这边这个阿闪往后逃，但是球球这里大招了一个闪现走不了了呀。哎呦，这把感觉要给了。哎呀，真给。这个阿萨姆这一大招挺酷。中路先撞个塔吧，这先锋也不能白拿呀。哎，这个六重厉害了，这个。哎呦，一窝子一窝子。乌泱泱的，真是乌泱泱。感觉是。死亡倒计时，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哦 ，TT 把四条龙都放了，我就打这个，没啥大问题。我想了一下，但现在 TT 有点没战力呀，他现在真没战力。哎 ，Zora 在这边出现，能先杀一个，但感觉不太解决问题，没啥问题。这一勾没中。在中路阿萨姆这个位置想来，我们看一下欧亚这个位置，先大招击飞到，还真有机会，还秒了梅鲁斯，大的就在这一波，而且小徐也是被一脚给击飞了，小徐大招能续上，最后的话维克莱是收掉一个，赶紧个剑魔，哦，剑魔还是被奎桑尼维森纳给带走了，这边可能打 TT 的机会好像来了，一 Q 拉走，李修南闪现过来给 W 给 A， 能打大龙吗？这三个人打龙倒是有点慢，不过挺安全的。想尝试一下吗？有 Q， 算了吧。这个大龙应该是 TT 可以收入囊中，但小龙马上也要刷新。在侧翼给点压力，维鲁斯 A 的挺快的。这边 TT 要接了，先勾到了 Zora。三千血，马上要进斩杀线，后亚 Q 三再抢过来 ，Zora 已经没什么血量了。尤卡这边变成小兵在绕，大招开得不错，击飞一下，再跳跳回来三个人，一会儿直接打四个，在那被秒掉，但是残局 RA 这边好像很能打，小徐太猛了，
再撬回来两个，小徐想杀人，大招没有续上，但这个剑魔的持续战力好像不如奎桑提，奎桑提还继续追 ，Q 到了奶油，没有问题，奎桑提拿到大杀特杀，侯牙这场比赛证明自己了，一波团打了5000伤，这奎桑提。这个时候六重就厉害了，大机会，一勾，哦，也差点。上路被而在慢慢的往进爬，贾岩已经看到一个小兵在自己红 buff 了，吓了一跳，勾到了，哎，一 Q 好像被打断了，奶油皇子要先白给掉了，没，哦呦，这剑魔，哎呦，哇，这一刀太痛了吧，那这样大招也卷了出来，侯雅顶不住，小徐这个喝到剑魔，这个 Q 三接亵渎九头蛇，哦呦，最后又是一个 Q。哎，左边感觉 P 大龙的时候就有点奇怪，没必要 P 大龙啊，就正面开就完了。小徐啊，又是一个 QE 收尾。哇，这波打完感觉又有装备了。下路也是一样，把兵线领过来。后亚这个时候其实扛不住维鲁斯的输出的，维鲁斯直接给大招了，开射。后亚是有点高估自己的坦度了，大招带一下，发家大招只选到一个。这波后亚大招挺灵活的，没有被发家卷到啊，有卡支援过来逼了个闪现，但是皇子被秒掉了，一脚踢了一下想杀维鲁斯，维鲁斯这边被定到，阿萨姆感觉打不太过了，阿萨姆要倒了，这波团长感觉 TT 要赢，剑魔还剑魔也顶不住了，维克拉这边也是硬换掉了一个，打了个说阿萨姆这波是没闪啊，他是格外的小心，只要吃到球球的勾，球球一个 QR 先打前排，发条大招卷了一下，效果一般，这边的话 Zora 已经被打残了，进场了，这边 Yuka 打得很好，打了三个人，威鲁斯直接被处理掉了，这边的话小徐大招很难续上，小徐能续上吗？续上了，球球这边也是差一刀，球球这里没闪现W 没中，再救一下，正面的话已经要把这个龙处理掉了，维克拉打不过北川，北川很潇洒处理掉发条之后也是把小龙拿了下来，这波优卡没闪现，主要他们的开团手有点迷失了，优卡这个位置又想大阿萨姆交出闪现，但发条怎么办呢，发条大招空掉了，优卡开始精神规避了发条大招，维鲁斯再次被击飞，但是前面的杜拉也被处理掉，剑魔的大招可以续上，维鲁斯输出还是够的，北川进场被一勾挑了起来，再接一勾，剑魔能处理掉吗？剑魔好像被点死了，侯雅先打出剑魔的第一条命，奶油这边有一个血手还没有死，李修南边打边退 TP 找后吗，这是 TP 到 F6 小徐也杀红眼了，借徐胜 TP 到 F6， 自己在后面的时候小徐上去一个人打多个人，是的，看看李修南能力挽狂澜吗，李修南这边输出还不错，打不到了，但是跟不上输出，但那个龙也打不了了，要接盘，那接管呗，北川有惩戒的，要不就接管吧，发了大招拉北川，北川没死，900血还是北川惩到了龙，维鲁斯大招进命中，李兄他进化解一下，有风龙魂的这个圈，赶紧跑，风龙魂唯一的一个龙种保下，现在 R 要 A 龙了，不管了，那这个龙魂只能让了，现在左边是大体进攻中路，先把中路这个高地给退了再说，中塔中路的水晶相继告破，维鲁斯也六神了，现在我感觉 RA 是可以过了吧，哎，小徐这位置小徐说我来开，我剑魔我开，瑞亚看来可以，发腰大招也吸得很好，这边优卡直接没血量了，先打对方的后排，优卡大招放出来，瑞亚先被秒了，哎，这波反而是 RA 打输了、啊，哎，这波也挺奇怪的，感觉小徐可以直接是远古龙大龙一人一个，我这把比赛感觉奔着记录去了，已经快50分钟了，我的天哪，这就是龙年第一天的比赛啊，主打持久，感觉这波团不一定能结束，你的隐约我也隐约到了，你也隐约到了、嗯、我感觉可能要奔着挺想开的，那手就是手上路这个高地吧，直接闪现开，脚闪了，阿萨姆躲掉了这一勾，但是门牙已经掉了一个了，先要把兵线处理掉，最关键的一剑射歪了，
上路这边也点掉，破了两路半啊，目前破了两路半还不错、啊。但是这个时候 ，R A 感觉可以往外顶一顶啊，来了，然后 T P 这回到 T P 了，一叉这边很危险，一叉 N 要被贴脸，哎、一刀乌有这一脚送飞了剑魔，剑魔没有倒地，反而后排也被逼出了一个金身，但是优卡自己可能要死，开一个 W 能走掉吗？好像走啊、没走掉，最后奶油的一个 E Q。被李秀男的闪现躲掉，剑魔被处理掉了，发现在旁边只能给球，威鲁斯终于来到了这边战场，威鲁斯先射掉了瑞尔，再射掉一个塞纳也倒地了，发条大招终于转好了 ，EQ 二连，但是侯雅还在，侯雅的归藏机还是被发条 QW 处理掉了 ，EQ 和奶油追着球球一顿乱砍，那应该能追死，球球再勾墙，再 EQ。看看中路兵线能一波吗？我二十秒前看了没有兵线。哎呦，没兵线啊！没有兵线，还要打，奔着六十分钟去了。做 A 的很快，啊，真有机会。优卡还有十秒钟，最后的倒计时 ，TT 能撑得到优卡复活吗？要 A 掉了，这旗子加维鲁斯的攻速太快了，拆得很快。优卡复活，好像改变不了什么了，被框到了。哇！恭喜 RA， 就在今天拿下首胜，恭喜 RA， 2-1。实在。